亚瑞，巧子，各位同心，大家熬早，真辛苦。第三天啊，吼，辛苦。今日来上这什么课啊？法务的工作报告了哈。啊，另外这头前这三是什么款 ？TG 是啥物件？台湾西部干嘛？啊，这呢？啊，这分得清楚袂？这两个？哎呦，啊，这安尼敢对，是安尼敢对，上下顺序敢对，啊？唔对吼，应该安怎？哦，安尼大家稍微清楚啊哈。啊，这个物件吼，这。这伫对开始甘知？2008年2月7日啦吼，是台湾人伫遮家己成立的吼。啊，其实这是本来占领就爱有这个物件，啊，就占领国拢无要成立啊，所以咱家己成立。啊，到尾啊，日本啊，到尾美国有承认咱嘛吼。啊，这个呢？这个敢应该有的物件，哈，这个敢应该03年啦，3月15日成立的，啊，美国叫咱成立的啦吼，啊，这个有无？有这个物件无？应该是无啦吼，啊，搞清楚哦，这个东西应该是没有的东西的。啊，即嘛是伫美国老大嘛，伊就叫咱做，咱就做安尼尔啦。啊，但是吼，会当替这个可不可以代替这个？甲升起来安尼，甲升起来，不行啊、哦。啊，其实这个虽然没有一个名吼，它还是名呐、啊。啊，它没有名啊，这个因为这头前是 USMG 嘛 ，USMG 台湾政府，其实没有名还是有名呐、啊，这个其实是差不多的啦，哦。就是你不能把这个台湾政府当作台湾政府啦，他还是民政府，是最重要是民政府啦，啊、哦，这清楚啊，这无几个人清楚呢，啊，恁大家拢知，上个恁头讲，哦，袂对哦，哦，安尼有滴听课，啊，好了，咱来进入正题哈、哦，啊，咱这叫做法治 TCG 的法治工作报告了哈、哦，啊，咱。啊，这稍微叫早个，不给。这要创啊？今天来这里上课要干什么？准备要执政对不？啊，有信心无？有、哦。啊，你平常有信心？来上课，哎，这条贪腐啥物件知无？唔是讲死刑啊，贪腐干么大动？有哦。我。哎、我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捌听过无？有用无？因为惊死无？唔惊吼，这是真用的哦。巴勒斯坦哦，1964年5月28日，伫这个首届阿拉伯联盟高峰会的决议吼，在耶路撒冷共同组成一个唯一的对外代表，这个巴勒斯坦哦。大家想吼，啊伊吼。到即摆嘛是一个自治区尔，啊有百万部队吼，啊咪当发号召，啊咪当参加即个国际比赛哦，运动比赛哦，但是伊也毋是一个国家哦，啊因这有圣战士呢，啊你看吼，2004年2月7日，包括西安加
及加沙的356个华塔赫的干部集体辞职呢？是安那？建国还未完成就辞职了呢？集体贪腐呢？贪腐呢？集体辞职呢？啊，咱敢有比较勇？啊，要加倒加穿啊！啊，唔敢死的，人这敢死的呢？敢死这条嘛挡袂，无多挡呢？啊，你有办法无？有没有办法，各位？还是看，吼、哦，唔敢死的都挡袂掉啊！恁这敢挡会掉？我看这有点疑问哦。啊，咱一个方法叫做译本比，捌听过无？哈？顶一期我有小可讲过啦吼，反正有人，啊这有闲人有听过，有人无听过啦吼。啊，译本比是啥物件啦？台湾人如何啦吼？贪腐是圣诞市也不敌啦，啊，如何防止贪腐？台湾人如何哈？这译本比的讲效益成本比啦，效益跟成本的比哈。啊，那是大于一，大于一，你的财务支出计划大比一大的话，表示整体的效益比这个成本大嘛。啊，就讲做一件工作，伊的效益较大，成本较少，安尼。可以做吧，哈，哎哈 ，OK， 啊，越大标准啊，愈会做，赚愈多嘛，哎，啊，这是公的谈，不是私的谈哈，哎，啊，所以会当做，你只计，你若伫议会的时阵吼，计划真多嘛，啊，你打一个计划性，打一个计划较慢，免来看，免来判断，你著叫下开算算啊，你这一边比偌济嘛，吼，啊，著知影，啊，来比著知影。啊、然后就有一个优先顺序嘛，哈。啊，咱这个公民权利法二十九条，哈，恁有无？大家掀一下。公民权利法29条，这内底就有一句话啊，叫做“译本比小一的话不得执行”。会当掀一下哈，公民权利法29条诶，译本比小一不得执行了哈。小一是表示怎么法？小一是表示讲做了钱的生意啦，哎，公的了钱生意袂使做哈，那就原则啦，当然也有例外啦。啊，内底阁有一个概念叫做非计提的效益不得超过30%。是安那，这要算这个一本比的时阵，这效益有计提的跟非计提的，具体的讲算会出来。比如讲时间隔得偌济，这算会出来。啊，人家讲风景真水吼，啊这。这边啊，站内真有站内啊，那这边啊算，站内边啊算，风景真水啊，这边啊算。哦，这就有一挂问题啊，比如讲，这个流氓政府在起这个台中港的时阵吼，伊具体的算出来，会当算小的，就算讲会了钱呢，还边啊做，伊就把这个崩大，崩到200，100、200安尼啦吼。啊，那就变作讲大于一啊嘞，所以咱个限制讲袂当超过30%，因为站内是价值偌济，不知道嘞。啊，风景真水价值偌济，唔知嘞。所以你即个抽象个无多算个，你就是上低袂当超过30%，吼、哦，两个爱会记哩啊。因啊，即个台中港因为个伊即个火气里下个崩啊真大嘛，所以表示讲会做哩，啊做哩变安怎，嘛是了钱啊，哦。爱切实，这算这爱切实，所以讲咱的，恁的公民权利法内底十九条内底有吼，有一个非计提效益，这个，啊个小一不得执行，小一现在不得执行，啊都会了钱，啊这是要创啊？安尼甲贪腐有啥关系？安尼甲贪污有啥关系？哦，这样看起来跟无啥关系吼，看起来不太有关系吼。这其实跟一个裁量有关的，我现在先来讲这个译本比的内容啦哈。这个译本比哈，咱这数学有 S 轴跟 Y 轴哈，这是第一象限、第二象限、第三象限、第四象限哈。这其实译本比是一个真复杂的物件。
啊，简单甲你介绍，有一个四个象限的问题吼。第一象限吼，这条假设这是45度，这安尼唔是啦，这45度，就讲正向投入，正向收益。吼，啊这边是从零，那这负向嘛，就讲减收的意思。啊，减收啊嘛有可能有收益呢，啊减收有可能会了钱呢。啊正向诶，有可能有收益啊，啊正向有可能买了钱。即得讲有四个象限啦，哈，啊，过来看麦。第一个象限嘞，哈，正向的投入加正向的产出，啊，那个是讲，这个猫咪人啊，一投资300万要去经营这个 7-Eleven， 啊，产出像一年，那讲600万安尼啦，哈，安尼是税后可以赚这个120万呢，啊，安尼的标示讲安啦，会做哩嘛，哈，啊，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东西。正向的投入，正向的收益。啊，若是讲第二现象，主要在说明吼，负向都往下了，负向的减缩啦，正向的产出。比如讲，你有厂房，啊，就有村呢，吼，哦，这个比如讲，这工厂设备多出来的，这分租嘛，还是讲出售，吼，哦，啊，比如讲，这个 A 缩减降。低使用度的厂房率1万坪，啊，创造出100万的租金，啊，你就啊，甲是讲这阿伯算了伤宽，啊，就无咧用，啊，无租人，啊，就有一挂收入，哦，这叫做第二现象。啊，第三现象呢是讲这个减收投入跟负面的产出，哦，然后这个 A 公司的王经理长期排挤这个可能有取代自己位置的这个潜在对手李处长，啊，结果这个 A 公司李处长年终领完了就走起啊，带几十个走起啊，啊，对 A 公司来讲，这个带走21名这个资深的员工哈，每年就会减少营业收支嘛，啊，但是买减少支出嘛哈，啊，效益怎么？效益就讲。少花21个人的薪资嘛，照起啊，啊但是，啊的，啊，反正效益呐是讲大于吼，你，比如讲这个薪资呐大于讲伊这个人照起的营收吼，安尼就会当做，啊那是讲小于的话就不行嘛吼，啊第四象限呢是讲错误的政策投入吼。资源所产生的负面的产出哈，这个例如这个核四的问题，核四今麦唔知开偌济钱，唔知有人去统计无？3300亿啊，啊够产出？对啊，这个国外有投入无产出的物件，啊这安尼这干会做哩？哎呀，这就是这个叫亏很大哈，还是足明显的物件。啊，这四个象限哪一个象限最糟糕？第四啊，好，安尼大概算有清楚哈。这，好像再有一个例子啦哈，这个照样的。假设啦哈，这个民政府决定在中心新村起一个这个连接。高铁新干线吼，啊，每一天有超过20万人要坐这台车啦吼，啊，安尼每人每处搭车的收入是1块钱啦，啊，每搭乘人次预估节省15分钟的通勤时间，每搭乘人次减少耗油量吼，空气污染，因你家己无塞车，啊，就减一挂油，啊，减一挂污染，比如1.2元。啊，但是起的过程吼，有这个成本，就差不多三十亿啦吼，这扣走去吼，30亿，总成本30亿啦吼，然后交通成本的起的时间3天，啊，因为造成交通的不便吼，可能有开支啦吼，啊，这个开支，比如讲加10分钟啦吼，
啊，十分钟咱就甲算啊，一点钟内底十分钟二十万人，啊，365天，这三是讲做3元啦，吼、哦，啊，算起来是安尼，啊，三年，啊，就是讲成本，交通的成本是1.95亿元哈、哦，啊，其他负面产出的假设是2亿的哈。哦啊，拄啊，这个是票的收入是1元嘛吼，200,000人，365天，就安尼嘛吼，7,300万元，啊30栋，哦，迄条新干线估计是30年啦吼，啊，所以就21.9亿元，啊，通勤时间会当省15分钟，哦，啊200,000人，365天，啊，这3元吼，所以就安尼，啊30栋就是16.42亿元。16.42亿元，啊，减少开车空气污染，啊，一个人1.22亿元吼，啊，20万人，365天，啊，就8760亿元，30年就是省食的啦吼，啊，这是支出的，啊，所以效益总效益就是讲车票的收入啦，甲这节省的时间啦，甲这空气污染是65.12亿元。啊，总成本就是这个营造的成本，啊，这个营运的成本，啊，个这个交通的损耗，啊，个这个其他的哈，41，所以安尼比起来就变作讲1.35。拄啊，这个叫走去啦吼，这别个叫走去，就讲一个案，其实那是安尼文字写是对啊，你有法度判断嘛？无法度判断了吼。你要叫你下骹的人爱即个算出来，收入个吼产出像偌济，啊即成本像偌济，安尼算，啊算爱算出即个吼一本比到底，即个结论爱算出来，咱才有落判断。啊无你若我乐乐等一堆吼，无咱公民权利法一堆你嘛看无，对无？啊你爱讲出来，一本到底偌济安尼吼，爱叫伊讲出来，安尼咱才会当到了判断吼。但是，啊，这个贪污先啊，无法度处理。贪污因为伊有一个做官，拢有一个裁量权，你知无？裁量权你着敢无违法？啊？比如讲啦，比如讲吼，买一台车有违法无？无违法的问题啊。啊，但是买一台车，你若无叫伊做一本比吼，伊着。伊就裁量啊，安尼你看这吼、哦，这个消防署长吼、哦，马拉克台湾这是花了6亿元采购救灾指挥车，全部不能用，哦，啊这什么采购这断层扫描仪安检用5000几万，速度伤慢，啊嘛个个嘛是沦为废铁，啊前进指挥车8年无唔捌用过，2500几万，啊这买车买过去这有什么违法？无违法啦、啊。叫裁量，所以这要判罪很难。啊，但是你若是讲超过一个金额，你就要叫伊，比如讲有1000万，啊，讲100万的，要采购吼，你要叫伊算。不管你要买车、买卫生纸、买圆珠笔，拢赶快来算出来。哦，安尼你才会知影讲，这个买该不该买，值不值得买。啊，若讲法律有这个规定哦，小一不得执行的话。你又去买，安尼变安怎？算出来已经，你下骹应该算出来已经少伊啊哦。法律讲做这袂当做哦，啊你又去做，安尼安怎？安尼就违法啦、哦。啊违法是还不一定是会构成贪污啦。啊你这违法，啊钱阁走去你落地啊，还是走去你其他的人个落地啊？哦，安尼就有问题啊吼、哦，然后有意思个啦吼。哦那无意思，当然是另外一岁啦。啊，再来讲这个应用一本笔的实例，人事费用，而且这例子大家捌听过啦哈。啊，讲这新三年，那55个人的时阵吼，每年被盗的林木10公顷。啊，那新三年为10个人的时候，每年被盗5公顷。啊，那这新三年。请无，佮加请五个，要五个、十个，
就十个就加请五个啦，要不要请？啊，要。你要看哦，你要看哦，不是要哦。若每年减少被盗五公顷的林地的价值，那是高于这个新三年的人事总费用，安尼爱请无？啊啊！哎吼，啊那是讲少于呢，袂使吼。哦，所以讲这都要算一本比，到底要请人，要请人，请几个，哦啊都要去算。哦，这个算得出来嘛哈。算成本，啊，不是讲有被盗，你就可以无限制去请人哦。按讲讲，也许五个人太多了，可能也许四个人嘛。哦，这当是一本比。啊，过来这个例子是讲做这个管户吼办这七音会，七音会大家捌听过啦吼。啊，起这个七音会就是起这个运动场馆，你要征收土地，要盖这个厂房。迄开拢算几十亿个，啊起了呢，办了，是不一定起房啦，但是看你安怎做啦吼。就讲，比方这个汤馆吼，伊每一年拢编1000万的员工的薪资，因为这大个场馆，是毋是要有人去管理？啊，就请20个，啊，就一个人5万，就一年就要1000万啦。啊，然后唔是讲请人就会刷哩呢，伊有水有电爱用对不？所以这水电搁你阿爸，啊，搁有一个9000万呢。啊，这运动场馆能租人啊，啊租人一年收入3000万，所以啊一年了偌济？7000万嘛吼。啊，这个财政局就叫因讲，这主管机关叫教育局啦，教育局你这。委外经营啦吼，委外经营就啊，无你这边，无你这都了钱嘛，了钱啊。但是这个财政局，伊敢有要去委外经营？关键伫倒位？关键伫遮嘛，这个员工的薪资嘛，这内底拢这员工拢是有来历的，你知无？公家机关迄、那个。迄、那个公油啦、啊，即个有诶无，拢是真有来历诶，你知无？拢有关系才几摆呢？啊，你靠入面，你靠入面，你是伊遐做工啊，你甲迄无啥共哦吼，人迄是有关系几摆啊？嘿，迄捌去诶吼。所以你教育部虽然讲伊是公油，但是你教育局长嘛毋敢甲解散啊，对无？虽然讲财政部安尼讲，但是你嘛是毋敢解散，安尼变啦。啊，若伫咱遮呢，教育部爱听无？啊，有啥物？咱有一本比小一不得执行嘛，所以你都了钱啊，你搁坚持的话会安怎？你违法咯、哦，你发生图利的问题，你图到哪里去？伊无规日落地啊，伊伫遮啊，新租啊，系啊，你有图到别人那里去啊？啊，对无？啊，这安尼嘛是有违法的问题哦。啊，假使讲你若规定这个一本比小一不得执行的话，伊阁敢甲你赌无？伊都，这我要顾遮吼，但是我家己调调呢，吼、哦，是毋是？伊都会小可注意一下。吼、哦，伊你若无这个时阵，就参像即卖，这伫王政府安尼，嗯啊，这都后壁拢什么官的什么朋友亲戚，你甲之前，伊都做袂落啊嘛，啊，伊都甲。财政局伫遐督嘛，啊，所以这就是讲，咱爱有这个规定，有这个规定了，恁大家是毋是要做啥工课，会比较有一个把握，哦，对不？啊，所以这个大一、小一，恁来看有无？啊，这应该是只要读过书的，应该都会了哈。大一就会当做，小一就袂当做，安尼这恁有法度判断无？安尼信心嘛吼？这边就在这啦，哦，执政的，迄款的干股就在这吼。这一本比较讲到这呢，有啥物疑问无？了解吼，好 ，OK。啊，过来咱嘛有提安尼，咱要执政嘛，执政除了讲贪腐是一个上大的问题以外，过来就是这治安的问题，治安要怎处理？
豆片来清晨。哦，要收啊。这豆片哦，豆片实在是真正不太好处理的。伊头加这个电线吼，头加一截吼，唔是讲加这个电线尔呢？这个电器要失无电器啊，鱼池啊，遐虾啊、鱼啊会翘起咧。哎，安尼连带你加一截，啊损害偌济，迄成本拢看无的呢。哦，啊但是吼，这要加清洗吼，这爱去考虑一下吼。对啊，含囝胎老爸啊，老爸啊胎囝拢有啊，这足严重啊！啊，你胎来胎去啊，无人性啊！你这规气拢甲清洗好安尼。你看这个，你看这个报告啦吼，这个倒也伫修剪啦吼，倒也伫修剪。这个总评社2010年吼，香港的总评社讲顶年啊，2009年啊。在墨西哥的毒品战争中，6500人阵死。啊，在阿富汗有2400个阵死。安尼大约伫少见。墨西哥较严重吼。啊？会好吼？你想吼，这安尼，啊，这是墨西哥是伫倒？伫美国的。照卡你知无？啊，美国我倒处理无？遐看吼，这个卡德隆这个上台后啦，为了把查缉毒品啦，10万的毒贩对13万的军队，13万的军队就去介查完嘞吼。啊，媒体报的毒品战从2006年开始战到现在，死了2.8万人。2.8万人，这惊死人！这是控2010年嘛，毒品的战争。啊，伊这段时间投入资金超过46亿美金，有济无？有。啊，掠45万人，安尼绩效什么款？袂歹吼。啊，这是甲清查好，还是45万人拢甲禁掉安尼？还是要甲拢甲关起来？关起来，你要去外大间，咱遮嘛早会当坐200外个尔，啊你这爱，哇这爱去，啊佫有食哦，啊台也袂台你，啊关也袂关你，啊这边啦，嗯，用讲的，变形够好，我这条变形嘛无好。因為你變形吼，拍落去吼，伊会疼啦。但你疼還未過，伊就開始在咬啊，你知無？去咬邊啦？打一個較嚴重，可能咬這個較嚴重哦，對不？啊，這個美國司法部估計吼，毒品交易帶來的批發136億到484億期間啦吼，伊這是逐年嘞。前年每年收益呢？啊，拄仔咱咧卡德隆是开偌济，再来去开偌济？伊个是2006年到2010年四年，才开46亿尔。啊，安尼是变哪伊啊？人个尾数都没有嘞，一年人个尾数都没有嘞。安尼你是这场战争是变哪战？还是美国有钱？美国有钱不来创掉，快创个落去吧。啊，这是美国的缉毒署的公告吼，够啊济，一档有1500亿。啊，伊全美的十大药品吼，销售总额嘛才4500亿尔。吼，安尼这有恐怖无？安尼这美国政府有法度无？一年加开，全部你买个差不多安尼，你明早都该减对无？啊，有压倒性的胜利安尼在，你爱开，要2-3倍3-5千亿。出来甲伊拄那开46亿，说创啥？吼、哦、对无？这无法哩啦，莫甲我骗吼。这若要用掠的吼，啊无你看你要起偌济建议啊？吼、
边啦，这边啦，四型哦，四型，啊，食一桶就四型，安尼敢袂卡迄款嘞？变形，我即嘛是讲食毒品的啦，还能够投入多少啦？吼，这因为叫走去啊，这编排叫走，打得赢吗？有信心无？这条，免啦，这是不是两难？啊，那可以。我是建议啦吼，建议健保啦，免钱的都拢个食安尼吼。有几个条路嘛吼，变形，啊枪杀，啊无拢个关起来，啊无规矩拢个食，食免钱安尼，恁选择安尼，哎，好不好？有句哦，哦，我哋国家有咱咪当哦，好，咱来算看卖啦吼，这。要不要做？要不要看什么？我都要给你改。一本比要算一下哈，这一本比要算一下。这个根据流亡政府的法务部的统计哈，一级毒品跟二级毒品有案的人口23万人，啊，70%是海洛因呐，四盒啊哈，啊，海洛因的药效是7-8个小时一针呐。7-8个小时要打一针，所以一天要3针，一针1000块，啊，3针就3000嘛，哈，啊，一个月9万，一年100-8万。食毒品的人基本消费差不多是安尼啦，啊，这些钱要对来，套枪夹啊，加电火线啦，就搞挂啦，拢这些人在用的啦，这是在真苦对吧？清散啊，你来变贫啊，啊，但是。我，嗯，好。啊，这海洛，这市场偌大？咱的市场，人拄仔迄是1000几亿，咱来算看咱有几亿吼。20万人，70%是海洛因嘛？啊，一个月9万，一年100-8万，啊，就是合起来1700亿。啊，若加上这个二级毒品，啊，他们其他面迄嘛真流行吼，差不多一定超过2000亿的啦。啊，这2000亿是小盘。迄个食毒品的去共买，小半，啊小半去甲中半买，一半算1000亿，啊中半甲大半买，搁一半500亿，啊大半进口搁一半250亿，所以这个市场偌大，超过3000亿了，比合适什么款？欸，这是一单呢。合适是原来小 case 尔，合适是几啊十年才3000亿尔，这一档就3000亿啊，你知无？诶，啊，这条安怎处理？啊，这比军队国家医生搁较济呢，免咱消费，像伊安尼用军队去啊抄安尼。哦，诶，这是台湾的现况呢，这台湾的现况呢。啊，2007年哈，2009年，不，就是哈，地方政府的坚守法定人口是54000个啦，其中哈50000几内底，其中有40%是食毒品的，啊，佫有20%伊是无钱买毒品去偷去抢去夹的，吼，安尼6%哈，6%是甲毒品有关的，大概差不多感觉内底35000个甲毒品有关的。所以你看，安尼有关无？监狱内底60%是甲毒品有关的。所以你毒品好好处理吼，治安安啦，就好啊。就讲是讲，然后就处理，你若讲想这个问题啦，你甲枪杀这罪又敢呢无遐重吼？违反人权吼，我你讲哦，唔是我讲，变形嘛，敢是无啥效嘞吼，无效。很妖嘞，啊，甲关起来，这成本够啊重，成本够啊重嘞。个只我看归去吼，食免惊好了。啊，你食免惊，来算一下吼。关押一个人吼，100亿，迄个2010年伊监所预算100亿，啊，关这54000个合起来吼，一单都要开185,185块。18万5000块啦，
啊，你若关一冬啦，关一个人啊，你去关一个人180,000+啦。啊，然后食免惊的吼，因为这海洛因这是会当用化学去代替的吼，所以一冬才50,000，我迄阵仔要算过才50,000。安尼看，要起一间厝大，还佫请人去遐管理，还佫食水电，还是要开这条油啊钱？安油啊钱吼，安食免惊可能较省吼。好，这啊这个五万的吼，一年五万啦，啊一冬36,000个，合起来都差18亿，一年好食免惊，一年开18亿。啊，但是这个18亿是表示啥？60%的人呢？啊，60%，你甲关是爱开偌济？开60亿呢？啊，18亿食嘛，啊，你着钱要倒来？你本来甲开，你即嘛无你关啊，对无？我预算甲刷过这边嘛，减了一半嘛。安尼你着无人啊，互你搁一半人事费、维持费嘛有啊，我一半来遮创这治疗的，安尼有啥物好处？这个社会会安怎？食免惊了，第一个现象就是讲说，这个人免为着这个钱去偷去抢去劫，社会上就减较无差啦嘛，吼、哦，啊、哦、对吼、哦，治安会较好嘛吼、哦。啊，这要食这毒品是哪能去台大食吗？还是去这诊卡这个卫生所内使嘛吼、哦，小诊所内使。啊，这小诊所安尼业务会安怎？吼、哦，有这个经常性的客户嘛，伊生意会较好嘛。啊，在座的然后增加的药局啊，是讲这个小医院哦，应该是会赞成这条，吼、哦，这样对有好处嘛。啊，你社会减掉，若食免惊的话啦吼、哦，社会就减去啊嘛，这无较无差啦嘛。啊，社会会治安嘛会较好哦。社会成本会减进去嘛，啊，政府嘛减支出啊。降低社会成本啊，坚守来讲就好。即马本来开64亿，即马开18亿尔，就少很多啦。哦，哎，哦，即我咧讲，你若食免惊吼，第一个就讲啊有警察抓着，啊送去检察官遐，检察官甲你讲，送去医生遐检查看卖下者，看有适合无适合。有适合才会使呢，吼、哦，唔是讲你医生管嘛，唔是讲哎、欸，我要来食毒品，就来去遐看病，这无共。这检察官是犯人家讲，哎、欸，这个会当去你遐食，安尼你才会当去呢。哎、欸，袂使讲做，我要看，袂使讲做，我情况我即马感冒，要去医生管看一病，安尼就去啊，袂使。这种物件是要经过这个司法的程序安尼吼。啊，佫有啥物问题无？啊，佮检查一下，因为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安尼用啊。医生甲你确定讲说，安尼会使哦，安尼才会当去。啊，佫来吼、哦，这也减少冤狱哦。因为前面医疗化，前面食免惊的时阵吼、哦，这个人就毋是犯罪的人嘛吼、哦。等于是讲，检察官遐佮警察遮案件较少对无？减一半去嘛，啊，检察官少一半。法官的少一半，警察的少一半，安尼是毋是较量一寡？时间较济嘛吼，会当办一寡较正经的案件，哦对无？安尼冤狱是不是少一些？减一半去嘛？啊，可以有这个时间，通投入办真正，这绩效吼，就变作爱找较正经的，袂当找种吸毒品的啊。咱常听的嘛，警察吸毒品的啊，再掠毒品的安尼。啊，这瑞士的试验结果啦，哈，海洛因医疗化健，伊嘛健保局，唔是讲这健保，唔是讲咱家己讲的，这瑞士原来有呢，啊，伊试验了吼，2-3年了，有1/3的人会断瘾呢，因先来断瘾，你知无？伊本来吼去偷去抢去劫去买毒品来的时阵，会安怎？有快感无？那个会有快感呢？系啊。诶、欸，伊去偷来，有刺激性嘛？啊，去买来去煮一下安尼，哦，啊，真爽诶！
啊，对吧？啊，所以安尼就越住愈住的愈深啦。啊，但是你即摆来医疗化变安怎？唔是你甲想，你想状况吼。即摆我边去踏边去唱，啊，就去病院安尼，啊，手伸出来，咱来甲你住一下。啊，你顾了安怎？你会变成那个病患呢？啊，你顾来你就。就人两三年了，就断人了啦，无意思啊嘛，无刺激性啊嘛，啊对不？伊讲有三分之一断人，啊三分之一人减害了，啊当然有较深的吼，就迄款的继续食，啊继续食就叫互你食，无要紧啊，啊你就讲，啊无糖尿病够人食好，高血压够人食好，欸没有啊，对唔？所以这毒品嘛是同款意思啊，有的人有治好，有的人无治好啊，啊这嘛是同款安尼。啊，伊个好是因为啊，就变到迄无刺激性去啊嘛，啊，过来就疲乏，啊，就来盖起来，会通啦吼，会通。啊，这买当减少这个药源艾滋的感染呢。药源艾滋吼，光针头到八九十八年的时阵，这治疗真久啊，6350个。啊，94年的时阵，这食毒品的就安尼。2463个，所以讲70%来自于食毒品的。食毒品唔是讲挂这个社会成本尔，医疗的浪费看偌济，你看。这治疗吼，2463个，一单一个月20000块的法定治疗，这法定传染病的，法定传染病一个月开门金是20000块，一年24万，啊，疑病是这。平均一病是33年啦，所以算起来吼，千外用呢，即款啊惊上。所以这食毒品的，你若讲用强制的手段，就是会小偷很多嘛。啊，你抓唔是，关也唔是，安尼吼，真正麻烦。只有一个方法，食免惊。就是这样子啊，食免惊的时阵吼，你乌市遐，伊本来有3000个生意伫遐，啊，这3000个卖出去未？我这食免惊，你搁要买倒去？你确讲嘛，知影讲这钱是钱，对无？摕去乌市的遐，我较袂晓家己开，摕来医生管家也免钱啊，对无？所以乌市这生意就自自然然就消失了嘛。敢都要用军队来甲抄？免啦吼。这一本比偌济？这样一本比哦，这世界卫生组织评估的吼，1:12呢，哦，这真的做哩吼。其实伊这是讲做吼，卫生组织2004年的报告吼，每投入1元减少12元，以执法、司法、医疗的支出，伊也无算这个社会成本。吼，你若社会成本佫倒落去，这会超过12，超过吼，啊，这都。哦，会超过真侪啦吼，所以讲这条会做哩袂？哦，这条会做哩吼，对。这就是讲，因为这不是咱算的，这是医生的。啊，咱即马拢爱望美国对无？咱这条咱个斗相共。哦，咱若民政府若执政吼，咱就爱冲这条。啊，这条可以成立一个财团法人药源医疗基金会啦。啊，不用30年就可以根结，然后每年30亿吼，嘛才900亿尔，哦，900亿的话，都处理这安尼免费给付给黑市的海洛因，等于是还有市场吗？无市场啊嘛，啊，其他政府有排挤的效果不？也没有啊，而且本来是要关的钱，甲拨来遮尔，嘛无影响你各州的经费啊，中央的经费拢无影响到啊。啊，这经验会当甲国际连接嘛？啊，咱这条美国会当甲建议一下吼。啊，无伊墨西哥虽然讲13万军队伫遐把守啦，但迄是敢顾会掉，顾袂掉啦。啊，美国市场遮尼大啊，伫啊，对无？伊开放市场，伊太无爱家己来卖，慢慢家己来送，啊，家己来送就不用吹灰之力就甲。渐渐咪都萎缩啊嘛，对不？对，啊，这得爱有经验啦，爱有实战的经验吼。咱有实战的经验，
咱就会当甲美国讲。其实咱较早咱日本时代后藤新平吼，迄当阵嘛有16,000-9,000几个食鸦片的。哎，鸦片怎么在对？啊？迄当阵嘛是发白的呢。发白就跟是讲，咱即马同款，咱要食是完了，经过检察官食，啊去法院去迄个医院遐评估，啊可以，安尼才会当去。啊，即马是发白，同款意思。啊，后藤新平遐嘛是同款用安尼，因为伊若是安尼的时阵，伊就袂去讲为着要卖毒品，去抢去劫，毋是哦，佫一种是去卖哦，啊去卖啊，你无看？高雄遐个夜校生，规班带去卖，吼、哦，前只一2-3年尔，规班带去卖啊，吼、哦，安尼就无解好嘛吼，吼、哦，这是毒品的问题啦。啊，过来。恁来歇困无？没了，好、哦、没了，好 ，OK。哎，日本嘛是敢呢有毒品哦，它比较少啦。无啦，即嘛人权呢，无安尼用啊啦。但是伊好像也不是免费给付了，所以咱有超过他的空间哦、喔。哦、喔，那有超过咱较早后藤新平嘛是日本人，伫咱家就是安尼，有超过他的空间。啊，过来，这毒品有啥问题无？各位，一本比讲这两条，就讲贪腐的，甲这治安呢，我用一个尔，一本比小的伊也袂使做安尼尔，解决两个问题啊。食免较正确，啊，掠卖毒个爱去变性即对啊。嘿啦，啊卖人去讲，啊若食个人，勿食免惊啦。哦，安尼对无？安尼治安会好袂？绝对好嘛，对无？啊贪污呢？贪污毋是讲凊彩，贪污就讲说你嘛有方法甲治疗嘛，咪当甲降低嘛，对无？哎呀、啊，咱要根治会很难呐、啊，但是咱有一个方法的话，大致上把它降低下来。啊，你买单甲大家讲，啊，咱即卖官员无这个观念啊，无一本比的概念啊，乱用一张啊，乱编一张啊。啊，你即卖有这个时阵，咱是不是会当就是可以教育嘛？大家有一个这个成本的概念，啊，这真简单的物件嘛，大一小一这个看不完就害啊，哦，啊就安尼。对吧？法律就要有定啊，法律有定就要遵守啊，吼。啊，不是讲我讲就说，我讲这讲了就无去啊嘞。啊，公民权法要滴滴嘞吼。嗯。你讲什么？空的啦，一定是空的。先是枪杀，要枪杀的，我觉得。现在都要审判呢，就是要教什么话？先导吗？口令的宣传，人家就怕死，人家就轻生了呢。要教一本笔，对不对？一本笔要讲个清楚，哦，讲清楚，唔得知影讲边个防止，啊，无你给我口号尔，无效。嗯，啊，过来，咱讲另外一条啦，哈，南海诉讼，对嘛？议长官就讲就南海的问题，伊讲要安怎处理无？我又讲伊讲国际法啦，拄仔是毋是讲到这個？钓鱼台嘛国际法啦，啊这嘛国际法啦。其实这个物件钓鱼，这嘛都要看一本笔嘞。哦，啊南海这有什么物件？啊？油是啥物件？石油是什么东西？能源，啊，還有啥物件？啊，還有啥物讲法？石油有啥物件？黑金，
捌听过 Cyber Resource 无 ？Cyber Resource， 自然资源呐、啊、，Natural Resource，Natural Resource， 嗯，迄叫做，迄叫做天然资源呐、啊。啊，天然资源是啥个？啊？我咱即嘛是讲做。南海家啦，咱应该搁讲就讲新南青岛。新南青岛，哦，新南青岛是啥个？高雄做诶。哦，高雄就好好野咯。安那讲是高雄做诶，啥有甲你承认？即马新南青岛，越南占27个岛啦，啊。中国嘛占十几个，啊，菲律宾嘛占一寡，马来西亚嘛占一寡，安尼，你讲这恁会哦？啊，人敢会要甲你听？你想伊敢会甲你听？啊，不会理你嘛？这有乌金伫遐呢，伊较会要听你，对无？伊占的伊个啊，伊讲伊占的伊个，安尼敢对？你讲你个有啥物证据？免啦去主张啦。哦，啊，美国来占台湾。美国占台湾这条有法度解决无？啊，有哦。你占台湾，朋友，你占，哦，你来占领啦吼。啊，这阿强阿姐就乖乖搞出来吗？越南就乖乖搞出来吗？啊，有无？有法度无？有啊，哈、啊，有哦。敢有这大？我嘛无法度呢。你占领是，你若讲，你来占领，占领台湾，朋友。你甲越南讲，即嘛我怎样地呢？我高雄市个啊，你咪爱恨我，啊伊敢要插你？我看伊唔插你哦。你如果不提出相当的证据出来，他理你吗？哎，感觉会越南甲中国同会恨你啊，恨美国安尼，恨美金安尼，举手，有无？啊袂恨呢，唔爱插你个，应该是较济啦吼。那要插你？开玩笑嘛，对不、啊？所以这条免哪处理，免哪处理。连美军来占领拢无法度处理哦，我来讲，对不？是安那无法度处理，理由伫对。因为美军是属于行政权、行政权，所以伊无法度处理。过来这里，听讲美军上班半年以来会当占台，会赶快进来台湾啦吼。啊，有没有必要打这个官司啦？这就是在拍官司嘛？拍什么官司吼？这有一个南海诉讼，有没有这个必要性？目的伫倒位？拍这個官司目的伫倒位？有什么官司能拍？啊，咱即摆先看讲，你要告什么人？告美国，美国是安怎爱甲告？要告什么人？告越南，告中国，告菲律宾，告这个马来西亚，以上皆非，皆是哦。啊，比如讲告中国要怎样告？啊，你哪告？啊，啥物啊告？也无告诉，所以讲这吼，我拄仔有讲吼，石油是啥物件？天然资源嘛，还是西部啥人个？天然资源谁的？拄仔毋是讲高雄区个？啊？日本天王？我念一个物件恁听啦吼，联合国的有几啊解决伊讲。重申，听清楚，重申巴勒斯坦，对我那有讲过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民，甲被占领的叙利亚，捌听过吼？叙利亚的戈兰这个地方，戈兰高地捌过啦吼？的阿拉伯人民，对他的自然资源及经济资源，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啦吼。要求占领国以色列不要开采、危害、浪费。
耗尽这些资源。啊，加哥兰高地有什么资源？第一个有水，水什么资源？水嘛是天然资源呢。啊，天然资源是讲啊，伫这个节里的天然资源上诶。啊？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啊，佫有什么？还没什么蛋。我佫点一解啊。连那个节义重申哈，这个巴勒斯坦及巴勒斯坦的人民啊，还有这个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人民，对他的自然资源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要求占领国以内不要开采、危害单位耗尽这些资源，上网管理。哎，叙利亚跟叙利亚，咁对，还是巴勒斯坦？叙利亚跟巴勒斯坦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这个阿拉伯人民，被占领这个地方的阿拉伯人民，有听的吼？啊，是不是叙利亚的人民？叙利亚人民是不止这个戈兰嘛，还有大马士革、亚马西亚，啊，是道耶人民。被占领的这个地方的人民才有啊。好，叙利亚的戈兰这个地方，跟那滴咱套到台湾来讲，就讲日本的台湾的这个所在，是不是安尼？啊，即马日本遐人，敢像大马士革啊、东京遐人有权利无？无权利嘛吼，哦，佫清楚吼。啊，即个人，即个人是倒位人？到底台湾人？到底台湾的人？被占领的地方的人民嘛，啊，台湾有占领者嘛？马英九伊是占领者嘛？伊嘛住伫遮咧，啊，伊有权利无？无嘛吼，啊，恁有权利无？你变哪证明？你，啊，恁有身份证无？有去请无？无，我有去请亚洲者。啊，拢有啊，吼！哦，安尼是安尼，恁有权利啦。你们是被占领地方的人民，所以你们有权利去主张这个东西啊。啊，即马比亚加出现啦，吼！啊，加害人啥物人？来告越南，告中国，恁去告越南，告中国。哦，啊，经过他的同意吼，安尼是因就摆互你过，你就免伊啊咧。哦，对无？啊，这你比较过吼，即马恁有管理嘛？被占领的人民哦，这联合国讲，唔是我讲吼，被占领人民对这个自然资源，咱这自然资源是讲石油嘛吼，啊，石油啊是上来侵害，上给咱侵害。我跟恁头讲啦吼，有一间，你若去看遐。遐南海足侪美国公司个了，甲越南拍契约，甲中国拍契约，甲菲律宾、甲马来西亚，伊拢替咱发包呢。安尼要选叨一个？比如伊甲中国，伊甲中国就是签这个开采合约，你要选叨一个来过？还是要过这个？过这个中国？各位讲吼，各位讲较拄好吼，是安那各位讲，啊中国嘛无权利啊，啊你要你买两个中国，即台底就讲这拄仔迄个有讲着吼，伊若国家若讲买插你吼，你老百姓你变哪个过，对不？啊但是这个美国公司啊，伊是公司尔嘛，对不？咱要甲告，伊敢会讲无要包你告，敢会使安尼？袂使啊！啊，你搁想吼，去中国要告，你要告伊倒遐去？伊个法人敢会听你？敢会看你？伊个法人敢会相信你？对嘛？你去遐告一定输的嘛，对无？啊，若去美国告呢？无一定哦。哦，去美国告就无一定输赢，就无一定，因为伊遐是公正的法院，大家相信美国的法律嘛。
相信美国的这个法院嘛，因为伊连总统都甲判落去啊，尼克森甲判落去就下台了。美国司法是独立的，啊，伊唔惊，伊唔惊 CIA 呢，伊嘛唔惊国防部，伊连总统都判去惊你这個，对不？哦，这美国法院是值得我们来信赖的。啊，即马你都要证明讲说，这是你的所在咧。啊，你按拿出证据来呢？你若告一间公司的时阵，你若像咱假设证据拢无问题，你若告的时阵吼，会输赢呀？咱会输赢呀？安那讲赢面较大？证据呢？你若想吼，台湾人是讲，你有告他的资格而已嘛。过来讲，你若想，这件官司若判伊赢，美国法院若判伊赢，会什么代志？承认美国公司甲这个中国的这个合约是合法的，你知不？安尼表示什么法？你知不？表示谈判上的美国的对吧？还是中国的？中国的哇，安尼就了解安尼，是不是？啊，若判咱赢呢？表示什么法？咱的安尼美国嘛是了真济，啊，毋是伊的啊，毋是啦，一个吼。你若判伊赢是中国个嘛，啊若判咱赢是台湾个嘛，啊台湾上你讲，美国啊，安尼判咱赢并表示什么意思？表示美国占领嘛，对不？啊，但是伊安尼判敢有根据？伊讲伊占领，你要怎证明有占领？啊，这明明《旧金山和平条约》三条规定啊，啊对不？哦，你有查到法条了哈？23条讲美国是主要占领国嘛，对不？啊，第四条讲日本承认美国军事政府对台湾有处分权嘛，他有处分权啊，判我们赢的话，他有处分权啊。伊无所有权，但是伊有处分权啊。啊，等于判咱俩，等于并上诶，美国掌握住嘛，对不？安尼伊会判咱俩判赢。安尼有信心无？哦，所以这条去啊过哈，但是咱先分析一下哈，咱这个啊，台湾有含这个新南青岛无？这个1938年12月23日哈，日本内阁确认哈，所谓西鸟岛、长岛、丸岛、中小岛、三角岛及其他附近一连的礁岛构成的。所谓新南青岛，从来被认为无主地啊。大正六年以后，本邦人投入巨资做永久的设施，确认这个代志。表示讲说，啊，这你从这个陈述来看呐，吼，伊本来是无人岛，啊，日本人去遐开发，啊，日本人来个确认嘛，有这个代志。哦，啊，这个都是有文献的哈。1938年。1938年是什么时代？中国在对，阿越南在对，越南是被殖民的所在嘛？菲律宾嘛是迄当阵啊算美国的，啊，迄当阵啊有海权的是啥物人？日本，日本迄当阵有海权，啊，中国呢？中国没有海权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无人岛啊。哎，怎啊？日本岛主开发的啊？1939年3月30日，大日本国政府内阁会议确认，大日本国已经依照明治宪法天皇大权，完成无主地宣战在先的这个事实哈。啊，国际公划归台湾总督府管辖，啊，并在1939年3月30日同一天呐、啊，由总督府公告并入高雄市。哦，高雄市有证据啊哈。这是就是说有结义嘛，这表示说有占领嘛，本来无人岛嘛，啊有占领嘛，有去啊投资嘛，啊政府有承认嘛，啊这叫做完成占领，完成建制，啊你敢就算你的，到这敢算，啊没哦，啊这个你占了要跟他通过呢，这1939年3月30日大日本国驻美国大使这个馆的参事哦。
西摩米吉朗，西摩米吉朗、哦、通告这个米国国务院，帝国政府将新南青岛编入领土，是基于新南青岛过去为无主地啊，遵照国际法规定，通告占领意图，哦，建立某些建筑，先有新南青岛编入日本领土为事实。这有甲美国讲，有承认无？我嘛唔知咧吼。即个人承认才有算数啊！阿个明治线，阿个来讲，唔是安尼就刷了。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陛下颁布诏书，将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嘛，赋予台湾住民参政权跟参战权。依照万国公法之规定的程序，将新南青岛编入日本国嘛，日本的领土嘛。啊，我都来讲，就讲新南群岛被编入在台湾中哦。成为大日本国天皇陛下的固有领土，对不？公家，那你我们的程序已经有没有走完？走完了哈，还起码存啥？存一个确认的嘛？还有确认不？对对，上个的确认。这旧金山和平条约二条 B， 日本放弃台湾；二条 F， 日本放弃南沙。什么叫日本？啊，这新南青岛伫哪？是伫台湾的新南沙青岛？应该，食完咧看起来吼，好像有交集，你知无？啊，不管安怎，这两条拢是日本放弃的。啊，这日本是伫讲叨一个日本？是大日本国还是新日本国？啊，伊敢有权利？啊，毋是伊的，伊才放弃。啊，伊放弃什么物件？他没有权利的话，他放弃什么东西？啊，伊放弃国家权，伊毋是放弃主权吼。所以这个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放弃什么？他又不是大日本国，他是日本国嘛。伊也毋是天皇啊。所以放弃的不是主权，是这放弃的是一个管辖权，而且管辖的放弃跑到谁那里？美国啊，啊等苏有可能上面人，啊咱都要讲哦，这个联合国决议你听好清楚哦，重申巴勒斯坦人民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德阿拉伯人民对他的自然资源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要求占领国。以色列不要开采、危害、浪费这些资源。啊，美国有权利无？啊，对啊，美国嘛，美国哪会使？就无你的份啊。所以美国嘛，袂使。伊唔是，伊他是有管理权，他没有所有权啊。啊，所以你甲告安尼通未？会通吼？咱咧经过对内分析安尼，好像有道理吼。啊，对吼。这个旧金山合你看清楚哦，这是条约哦，合约哦，合约规范对象是什么款？签那个40个国家嘛，啊，你当时刚好去签呢，无啊，你敢让释永杰？你可以主张这个东西吗？不行嘞，因为你不担保租给嘛。你也不是国家，你也不是签约国，你要怎主张这个东西？对吼，安尼这样呢，咱又搁变怕了，是不是？安尼变啦？啊，日本天皇都袂当讲话啊，安尼变啦？搁吹，看起来是各家是敢要有道理啦吼，啊，咱袂当安尼前功尽弃啊，啊，搁吹，搁吹。就日内瓦公约1949年第四公约，关于暂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哎、欸，这个公约咱会当用未？行啦，叫讲啊，暂时保护平民啊。啊，恁家不是平民，家不是一个平民，是无？民政府啊，啊，找到希望啊吼。啊，这47条你讲什么话吼？咱。不只说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啦，包括这个
日联嘛，这个暂时品牌讲，这拢爱救出来，爱联合起来，安尼才有完整的法律基础啦。本公约所赋予在占领地，哦，先嘛讲占领地嘛吼，内的被保护人民的各项利益，均不得因占领领土的结果引起该制度的或政府的变更，因被占领地当局跟占领国所订立的协定或因占领国兼并占领的全部或一部，而在任何情况下或依任何方式加以剥夺，得讲被占领地人民的各项利益啊，不可以剥夺嘛。不可以剥夺。哦，这是讲咱啊嘛，讲国威啊嘛吼，讲啊真清楚哦，这是被占领地哦。咱拄仔讲的，台湾是向占领，美国嘛，啊美国有权利无？伊有一丝啊，唔是讲拢无啦，啊拢无伊就袂支持咱啊。哦，对，伊原来有管理权呐，啊但是吼、哦，所有权是咱嘛，吼、哦，啊就讲，咱的权利会当剥夺袂？袂使嘛。啊，甲遮是毋是法律的根基是毋是差不多啊？哦，已经讲到咱了嘛，还未算，还佫有，是倒位的搭一块油田去用占的，哎，哎，哎，所以那个东西会。等一下，那个东西会有问题的，会 有一些问题。咱即马阁讲落去吼，你当时走来这个岛，你即马要告的人吼，咱都已经选好了嘛，美国公司嘛，啊，但是搭一间美国公司，你要去吹出来嘛，啊，吹出来这个油田，伊是伫这个岛的顶头，新南群岛嘛，这个岛的上面还是岛的外面？啊，这那是，哦，这讲了的，我们那个，哦，这个海洋吼、哦，有一个法律叫做《联合国海洋法》了，《海洋法公约》啦。哎，伊那不是在你的岛上开采，安尼你变来去主张，这个是一个问题啊。俺捌听过，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海域，捌听过，有这条吼、哦。啊，这美国是不是签那个？美国不是签那个哈、哦，所以这一个麻烦一条。在海底敢算你的？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哦。第一个，你也不是签那个；第二个，美国又没有加入。哇，这就是这里又是一个问题了哈、哦。放弃了吗？嗯，来继续哈、哦。有啦，这继续还阁是有办法的。不过这个唔是我的旁，这是正正当当的法理，咱来主张国际法、国际上的法律来讲个清楚。好、哦，对，啊，这都这联合国的关于讲这被占领的阿拉伯人嘛，赶快啦，被占领的台湾嘛是有权利啊。哎呀，啊，但是因伊是伫海底，伊唔是伫戈兰高地顶头啊。在地中海啊，你阿拉伯人民是哪一个？您住在海底吗？你也不是住在海里啊，安尼，哦对吧？你这个所在一个定位出来，啊，你看你的法律有没有涵盖到这里？啊，这个就是律师的工课啊，啊，这不是国会的工课，啊，这真幼路的物件，啊，这。53条哈，占领国对个别或集体属于私人或国家或其他公共机关、社会或合作组织所有的动产、不动产，是任何破坏均所禁止啊。啊，但是军事行动所绝对必要者例外。你只要讲嘛，就讲懂善不懂善哈，不管属于公集体也是私人、国家还是公共机关、社会什么，反正就是。都不能破坏了，原则上的。啊，台湾里面包括新南群岛，这咱都已经讲过嘛，应该是包括嘛哈。啊，那美军占领福尔摩沙加澎湖，如果没有占领新南群岛的话，那台湾在美军占领前提且是
完整的，包括新南青岛啊，占领后，伊若无去占遮，煞损失去了，对不？伊我占台湾片哦，但是新南青岛人放弃，安尼敢会使？安尼是毋是有失职？失职嘛，对不？啊，伊会当讲军队安尼甲塞来去安尼，会使袂？人要插伊袂？我看安尼叫阿爸。啊，对不？你若无一个法院的判决，无人承认的一个判决，美军你要出动嘛是有难题的，对不？师出啊，对，师出无名，对不？啊，占人占遮久啊，你也拢也无讲一声少，你即马突然讲讲你的，安尼这安尼，哦，人不太相信呢。如何要回来啦？新南青岛现在有越南、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各占的这些岛，在这种的情形下，美军讲这伊个，会理他吗？不会理他吗？咱都有讲过，不会理他。啊，不会理他，免啦，再打一场。啊，拄仔毋是讲一大堆，讲恁有权利。啊，你嘛有权利，咱对拄仔对象嘛找出来啊。要去对阿哥嘛，已经讲出来啊！啊，法轮经济嘛，已经甲你讲到差不多啊！啊，这条都美军无法度的嘛，对不？美军伊是行政权，伊无伊做代志拢真秘密啊，对不？伊也毋是像法院公开审判啊，大家拢有当来听，大家拢有当来迄落啊。伊做的是秘密的工课啊！啊，秘密讲到这条伊都无法度啊！这中国你遐秘密，我也知你咧讲啥嘿，对不？军方只是行政机关，没有公开调查程序，欠缺公开说明的程序，各国一定不服气嘛，对不？敢比拳头大粒的，不是嘛？所以，啊，若安尼是台湾就不完整了，对不？伊来占领台湾片哦，嘛是不完整，失职。这部分要哪处理？啊，若是讲美国法院的判决，啊，如果说经过本案让美国法院有公开说明的机会。啊，对本案下判决，安尼，那判落来讲，咱的时阵，美国的舆论会哪讲？美国的舆论，伊第一个会讲到讲，这个，这是你的，你占领的所在，你不去顾好，你是不是有失职？伊会替咱讲话嘛？美军失职，好、哦、对不？啊，美军失职的时阵，舆论安尼讲的时阵，啊，立法院，因的立法机关啊，会较支持袂？美国不是讲美国利益吗？啊，这就是美国利益啊！啊，美国的支持呗。美国的第一个，美国法院判决下来，美国舆论会支持嘛？美国舆论支持，立法院买个支持啊！啊，你失职啊！哎，过来，安尼失职有没有名啊？有了哈，加的该该管了对不？啊，判决结果会有什么影响？都要讲的以外，各级的影响真大呢。伊讲，这个哈特公司吼，甲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伊都判咱赢，伊输啊嘛。伊敢会当阁摕钱予中国讲要来遮开采？不会的嘛。啊，其他的石油国家呢？应该是原来会看样办样嘛，啊，无要等咱家己也过安尼。第一届过是简单啦，第二届过就毋是安尼啊，就要甲总甲退转来。这内底阁足侪问题啦。啊，就讲其他美国石油公司，如这个埃克森啊，来遵照美国的法院判决嘛。啊，其他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买中断嘛，爱甲上游，甲各位嘛，对不？要跟各位缔约的，是不是？伊要找主嘛，啊是甲美军缔约吗？是不是怎样？好像不是他哈，是各位才是哦，啊是这个还是这个？哪一个？好像不是这个名，不是这个东西哦。这个是美国军事政府底下呀，诶单位对不？没有对有讲啊。安尼，台湾民众有权利去甲伊拍药无？还是哪一个？
哦，台湾政府走出来哈，这当阵啊，就台湾政府就出来。安尼有差别，这两个差别无？有哈，就伫遮哈，讲几百步，走出来，水落石出，找到主。占领底下哈，这个是军政府啊，这个是半官点话啦，干咧军政府啊，管咧民政府安尼哈，但是徛伫自然资源的立场。他是民政府，他是那个台湾政府。啊，不过实际上的变安怎？咱民主党去拍官司控美案嘛，啊，后来谁代表这个台湾人？就是那228个挂头是民主党啊，对吧？啊，即嘛，那咱去个先晚上。这个换台湾政府嘛，伊过来了是出来是这个台湾民政府嘛，啊，即马各一个去啊过走出来这个物件，台湾政府，啊，各位恁有要啊过无？没有，上网去查一查，台湾民政府新南青岛，上网搜寻一下，来有哦。啊，时间得要到。这个呢，判对方胜诉哈，表示什么物件？承认哈特公司跟中国海洋事务公司签的合约是有效哈，啊，等于承认南沙群岛是中国的，啊，那明显违反旧金山和平条约嘛哈，肃然想象，啊，这算是想无啦哈，肃然想象。啊，控美案的时程哈，2006年的10月24号在美国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地方法院提告美国国务院以政治问题请求撤销告诉，经过12次公房，2008年3月18号下判决，一审经过1年4个月25天，一审一年四个月又25天，判输了判赢，判赢吗？顶哪样？判输了判赢，判赢吗？你明明被驳回，你怎么说你打赢呢？伊输在法律的，赢在政治的，政治面的赢。讲顶赖，顶赖是啥物意思？搁置，啥那搁置你知无？因为伊程序不完备，政治理由被驳回嘛。有实际上去做判决无？没有，没有，法律上没有正式的判决，他叫做程序判决，程序判决，所以。你若讲条件有够，会当阁过，所以叫做 deny， 是安尼。啊，第二审一年一个月阁7天，3月18、31号上诉于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嘛，然后国务院第二次以政治问题驳回本案，经过10次的公房，法院在2009年4月7号第二次判决，1年1个月又7天。啊，咱这件嘞，咱这件嘞要过爱开偌久的时间？迄是各政府，啊，政府用甲你用这个法，这个政治问题，啊，本案嘞，咱是要过啥物人？过政府吗？还是过的对象是跟像查拉嘞，比较像查拉吼？过查拉甲过政府，哪一个较简单？对啊，你查这，咱拄啊理由已经摆了差不多啊嘛，啊你要讲什么理由？你无理由啊，所以这变12届无，安尼要偌久的时间？一年以内解决嘛？有信心无？有吼。安尼三审啦吼，2009年7月8号上诉最高法院，8月6号日本不美国国务院放弃嘛，10月5号美国最高法院判决，2个月过26天。搁置，随时可以再审。我甲你解释过，这叫做程序判决。你条件无够，伊用政治理由甲你驳回。政治理由是讲做，这个判决了吼，唔是讲判决就煞，你还佫被告，政府还佫用伊的特权去作为，甲你发护照，这是伊特权作为，只还佫伊配合。所以这要不要发护照，这唔是法院讲的煞。
一个政府，美国政府要不要发护照？这是行政权的代志，唔是你司法人也当司法了就解决的，所以用政治理由给你驳回，嘛是快啦，也是一样，这个政治问题还是存在啊。哦，啊，当时放弃标示心虚啦，啊，但是法院嘛袂当讲你，这是职权调查的代志，袂当讲你讲无。但是政治问题不是这样，政治问题不是你放弃的变成没政治问题，它还是有政治问题，它还是不能逾越这个界限，法律也不能超过这个界线，这是一个法律的界限。哦，这个哈特公司公告最后的期限是2013年5月31日了，快到了，对啊，你要搞啊，所以其实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诉讼标的是新南青岛，美国是否亲自占领有关系嘛？对不对？这个案件就到这了。啊，然后有啥问题无？这件案件，这件案件有啥问题无？搁置你也当啊，换个诉讼标的，就不要打政治有政治问题嘛。啊，咱这件有政治问题不？你个想看嘛？告一个小偷把东西还给我，啊，你哪有什么政治问题？对不？个美国政府讲你发一个护照给我，诶，这大家有政治问题？哦，迄是一个政治问题。啊，咱这个查到讲物件还我，安尼有政治问题？没有政治问题嘛？第一个，伊对象是民间的公司；第二个是，伊是一个查拉的行为。所以这，法院有理由质询无？应该是无哦。啊，咱拄仔咱嘛讲过，这咱有告的权利是联合国讲的啊，哦，不止联合国，台湾关系法也有，咱会当去遐告啊。所以讲告这条，没有政治理由嘛，吼、哦。啊，感觉有政治理由举手一下，有无？应该是没有啊、哦，对，没有政治理由。够查到他有政治理由，给咱拒绝拒审，应该是不会吧？哦，啊，再来，哦，诉讼费，哦，这讲到重点。美国的律师吼，咱顶一届控袂按开偌济钱，有人知无？听讲60-70万呐，美金呐。啊，这民政府唔知道这条钱能支应无？迄当阵是有讲要支应啦吼，但是到即卖都还无咧。啊，即卖嘛是有人有啦，有人迄款咧。啊，美国既定的行程，一年半第一审判决，美国政府有压力无？判这条美国政府有压力无？咱拄仔台先有讲哦，美国当时要几摆？半年内嘛。啊，这判决是半年内，要一档嘛？啊，你敢有加？啊，对有压力无？啊？应该不会啊，因为你半年之外就要几摆啊。啊，这判决是一年了啊，啊，一年了可能嘛可以上诉，所以这条不会催促他进来了，对不？没有催促他的效果嘛？因为这预算你看这个行程看，伊会大升几摆嘛？你大升这摆，伊我都感觉难杀无，嘛是无法度啊，爱咱这条啊，对不？哦，安尼有没有造成？会不会干扰他？应该不会的。他对象而不是美国政府，判决也没有需要美国政府的特权作为，无政治问题嘛？为何无需？哦，就讲这查到交出物件啦，这哪有啥物证？这警察来就好，警察叫你交出来就交出来啊！啊，这嘛免警察，反正判落来，伊就乖乖交出来。美国反正应该是安尼啦，美国的制度应该是安尼。赔偿哦，咱其实哦，这个案件的关键不在赔偿，破咱俩表示啥物话？表示这物件拢是我的呢。
啊，咱这件吼，这件是安尼啦。迄当阵中国甲伊讲要互伊只开采的时阵吼，有讲要派兵去啊保护这个开采的行为啦吼。1993年的时阵，到尾伊驶船去啊中国租船去啊的时阵吼，要开采的时阵吼，三工就转来，是安那你知无？有一个人反对，怎反对？唔是美国啦，美国的越南啦，越南个反对啦。我咱搁讲落去吼，越南吼，即、這个越南个反对，啊，到即嘛，到93年到现在，啊，93年到现在，即在做毋知法律咧无吼？时效过了没有？侵权行为时效是2年、3年尔啦。93年到即嘛，超过啊啦，安尼一个失望去啊，啊对。好，那现在等一下再讲这个问题了哈。这个台湾关系法第一条说，本法乃为协助维持维护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啊稳定啊，并授权继续维持美国人民跟台湾人民之间的商业。好、哦，目的是安尼啦哈。啊，起诉要搁听一下。啊，这个起第七条跟 B 项第七款，台湾依据美国法律，在美国法院中起诉运输的能力。不应由于欠缺外交关系又承认而被剥夺、消除、修改或拒绝或影响。这个公，咱有权利去遐过，吼、哦。啊，这个联合国这决议啦，吼、哦，重申巴勒斯坦人民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人民对其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要求占领国不要以色列不要开采、危害、浪费、耗尽这些资源。哦，这种有根据的啊。哦，不可剥夺的权利，就是被占领地人民对当地的自然资源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暗号都有啦，不是现在说说这个本案还会有什么影响？会加快日台关系正常化。这里的多少你知道？20条呢，现在估计20条，20条是多少你知道吗？一块一比30块嘛，600兆台币，600条是多少？中华民国一档的医生多少你知道吗？不到2兆嘛，对吧？咱取整数来算啦，600除以2等于多少？300年的医生。哇、啊、这条那是、哦、不得了的事，子子孙都吃得到、哦、不只是石油，还有天然气呢。天然气听说过多少？好啊，这个啊，判决之后怎么执行呢？哈，怎么执行？要怎么执行？判决了，拄啊有一个人主人出来嘛，台湾人民嘛，哈，啊一个师出有名的，迄叫什么？义军嘛。啊，无台湾政府去啊，一边人啊要插你，美军都爱出来，这个维持，吼、哦，维持的，啊，有一个姑娘啊，吼，啊，一个维持的，这主人免啊罚到这条，分一寡人吼，啊，开采这爱资金呢，爱技术呢，即马南海有1100口的石油吼。中国无半口呢，啥人无半口？伊个技术卡到505公尺尔，所以较深的都挖袂到啊。啊，但是中国有一个好处啊，伊有钱呢，开采真侪资金，是毋是资金来找伊？啊，伊会同意袂？会哦吼，因为伊若无同意的话，伊要去中东遐用游轮横跨过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啊，然后又南海安尼，对啊，国家这个运输费用的来要省偌济啊嘞？啊，跟他的国策会不会抵消？会不会有？甲伊的国策会不会有冲突？伊的国策各自争议，共同开发，咱叫伊来出钱，互伊趁钱，安尼，伊会反对袂？啊，这就是讲拄则你讲，就讲伊也毋是签迄个啊，伊倒会插你。但是咱安尼做，甲伊应该就会下啦吼。啊，过来再签迄个边啦。
在占家这人要哪？就地保全，啊，无你台湾人派一挂人去搞，就地保全嘛。第一个，咱台湾当家做主几分嘛吼，美军维持几分，技术咧找上找日本，资金找上找中国，啊，这个东南亚这个国家就地保全几分，五分之一，咱五分之多，三百年除以五多少？六十年，十年嘛是孙仔甲孙仔拢食着吼。哦，不紧，安尼可以啦吼。安尼中国呢，伊嘛是真欢喜啊，伊嘛是，安尼有皆大欢喜无？安尼皆大欢喜吼，安尼一本比会使袂？哦，会吼，好啦，安尼无甲食。